不是，是有你们真好，谢谢。就是第一次看到桃园机场这么多人，然后胃很痛啊，真的很谢谢你们相挺啊。那恭喜台湾人，谢谢。那这次感谢我的队友们，感谢救援团，感谢后勤，大家很努力的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我们走到了最棒的尽头，最好的结果。这是让国人都为我们台湾棒球感到骄傲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人民、台湾的球迷会继续支持我们台湾的国球。我在球场上努力的奔跑，然后努力的去跟对手去对抗的时候，球迷不会离我这么近，所以我没有压力。但今天就是一走出来，球迷很近，一直靠近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稍微人群恐惧症啊，对。看不出来吧，我在人群面前会觉得很尴尬，但很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热情，然后为我们感到骄傲，你们也是我们的骄傲，谢谢。在轰出三分炮之后，用食指跟大拇指在胸前比一个东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样，谢谢。当然嘛，就是我们代表了台湾，然后是台湾的骄傲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能够击出这么关键的全垒打，对我来说是很振奋，然后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台湾来的选手，谢谢。